哪种人更注重采光的影响力？家中采光越好就越快乐，尤其哪一种人更注重环境采光的影响力？ A 常富林会不会太合理？会啊，我相信他刚刚选也是，所以镜头一直 tag 我啊，中年男性镜头一直 tag 我。哎，他有 tag 我、啊，他有 tag 你、啊，因为导播他也知道我是中年男性啊，再过几年他又 tag Terry 啦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